即阵啊，咱台湾的酸鸭当地大出，按农林署过来规划供应，讲有经过严正的台湾的酸鸭来送予日本有四间学校2000多名学生来吃，那是替咱台湾的农业做宣传。南华农会一会场内面，员工等你详细伫拣水果，二箱库内面是分级装箱，而且就是等下要上货柜，送到日本给小朋友来吃的台湾水果，搁特别制作食饭用的店啊来宣传台湾的酸鸭。这个餐垫，他们垫在这个餐盘垫在上面。可爱。主要的芒果在台南占50%，那这个屏东占30%，那用这样的方式，小朋友就可以看得到啊，原来台湾的芒果长在什么地方，有什么样的特色。虽然今年酸鸭的产量是减真多，外销的总产量敢若剩1934公吨，甲去年7125公吨来相比，是减少55%。但是为了加强宣传台湾的水果，农粮署是提供经过产销履历严谨的台湾酸鸭，要送予日本立坚市优博中学等四所学校，大约2500名的学童来吃。芒果它切成两片，一个是两个人吃，所以1250个。所以这一次啊，有4个。学校2500个学生，在7月14日会吃到台湾的芒果。台湾と日本、そして笠間市と農業省含めたこれからの交流、観光から経済への交流、まあそういうものを深め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れば、我々としても大変ありがたい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。不过前几天台湾的酸鸭两度去到澳门是验出新冠病毒阳性，副总是强调，到目前台湾方面还未接到澳门官方正式通知的文件。虽然今年的酸鸭产量是真少，但是相同会送冬季的酸鸭为台湾的农业来加分，建立台湾水果王国的形象。记者郑混达报道。